写新人嘛，真的都有写啊，我看一下，我看有有写，我觉得署名是不错的，没有了，对啊，那你这个还有还有是笑里藏刀，笑里藏刀类型，如果生在古代，不是秦始皇就是太监哦。人家生人真是太监两个比在一起。我跟你讲，台哥有一次我跟他在健身房，跟我太太去运动。对对对。后来太太因为跟我去骑重机嘛，右肩膀一直很痛。台哥当下他就说，对，他说他不健身了，他会按摩。他带我去看病，他不健身哎，直接人带我去。人很好，真的。GPS 找不到，他直接带我去看，带他去看。是我带的，热心，你带的，我带热心。对，他你有抽吗？我还有投资啊，有入股啦，你有做业务。带客人去抽什么？推拿的，你有这个也可以抽，一个抽5000，难怪带的这么勤。对啊，我有时候为表脸，善心没有在抽的啦。哦，所以是没有嘛，我根本就没有啦，没有任何恶行。感觉他只有洪都拉斯、唐崇盛、大根这三个朋友，除了这三位以外，看不到什么人跟他有交集。哎，这是倒真的。大根、唐崇盛。洪都拉斯差不多也是这样，洪都拉斯怎么也这样？没有，其实平常来往的很多了，对了，圈内不好交朋友，大部分我们都是圈外的朋友多，是啊是啊，可圈外朋友呢，我们又要小心。哦，要不然他们会叫我们去做 LED， 或者叫我本身做 LED， 这样子，哎，不是人家介绍我，我自己的。哎，看一下他的 VCR 好不好？来，也有一段，他有 VCR， 有。今天要教台志远超 sexy 的舞蹈，他能接受吗？小亮，没问题。哎，听说要跟人家 PK 舞蹈，怎么办？对，但是其实不用太担心，因为。我自己就是还蛮 OK 的， okay. 所以就是相信我的编排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那五六来踏步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打开转，打开转，走，一二 M 字腿，五六，很好，背对屁股来，等，好位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抬头就摸屁股，一二三四，我就转，然后就会。经过一番沟通后，台志远勉为其难继续练习，小赖又会如何进攻呢？上之后，然后台哥呢，直接帮我转这边面对我就过去就开始摸。哎，上面，摸还好。小赖就是手，就是不要碰到，轻一点，就是这样。摸完之后，哎，我就会这样子，之后台哥就是摸我。啊，没有。一二三四，摸，转二三四。OK。相当挑嘴的台志远吃的竟然是没有主菜的便当，他会怒飙工作人员吗？现在还不知道当天在拍，没有，他有一个通告，他说要比跳舞，比跳舞，比跳舞。但是后来我跟他讲说，
他叫我摸那个屁股，我就哦，打没，不是不是，摸那个屁股，你应该没什么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今天如果是 Apple， 对不对？或者对不对？微如，那倒不是这个意思。对，直接就啪的屁呀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总是会有一些不好意思。那个反应太好笑了。别，就是比较，好真性情哦。那你也真是哦，就便当你也是。该就已经收工了嘛，收工还硬是留下来看便当啊？不是，因为他说他特别准备给我，那我本来是不想吃，我想说后来想看看，后来一看清汤挂面，太清淡，太离谱了，那太烂。然后旁边工作人员还有鸡腿，差太多，炸的我不吃啊。哦，如果他是卤的，我可能会跟他讲说，这个我吃好了，所以我刚刚态度是 OK 的，是还 OK， 你也没有标他，所以今天整个就是控诉根本不成立，把你列在这个五位恶人当中，不对，我觉得不可能，真的不可能。以恶人来讲，你应该做一个个人专辑，不是篇幅不够，现在你是要替我说话，还有一个人快受不了，还有首恶，那您先做便当，马上来，好吧，谢谢各位，第一名已经来了，原来就是呛辣女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欢迎呛辣姐出场。哎呦，熊腰，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。呛辣，呛辣，以后可不可以把我排前面？不行不行，我在后面等很久。来了来了，北极状况差，熊海林怒飙工作人员。第一道为您介绍的呢，就是盐烤乌锅鱼。哇，这个肉质，啊，这感觉真好，哇，好吃啊！看一眼 ，good。哎，你要什么样的感觉？你要大概跟我，因为我现在完全不知道你们要什么。今天状况是有点太好了。食言的熊海林怎么可能咽下这口气呢？